其实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。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他非常怕水。他的游泳是那时家教哥哥老师教的。第一堂课练习闭气，就是要不怕水，把整颗头埋入水里。但处女座其实要越过某个障碍是非常艰难的。不知为何，他小时候我一直有种成见，担心他变成一个懦弱而痞的人。但当时我的父亲过世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儿本能在灵魂底层被启动。我暗中要求自己必须坚强，非常坚强，不然你会被莫名人士非常平庸无意义的小恶给灭了。你给我下去。我竟忘了他只是个四岁五岁六岁的小孩。当然，那一次他终究没有克服。有时我会想跟儿子说，原谅过去某些时刻那像魔神震怒的我。当然没有一个父亲会对孩子这么说，但孩子奇怪自有其神性，他们软软无比信任压在我身上，像小狗从不记大狗的恨。不，有时爸比你错了，不是强大才能柔子啊，那是错误的描述和想象。也许神赠力给他的生命不是成为一个强者，而是一个无比自由者，嬉耍胡闹，充满好奇，像一只丑姿势划水的快乐海豹。先赢，社团收费单下载列印，便利超商缴款。糟了，抢不到电脑了！电脑，干嘛？赶着报我是歌手啊？不是啦，是学校的乐乐棒球社超强手，我要印报名表。哎，印表机坏了。糟了，怎么办？快点啦，爸比！别急，别急，还可以去伊漫画列印，已经不错啦。事缓则圆，事缓则圆。要不要搭计程车过去？大头啦，伊漫画就在下一个路口。你这个扭鼻孔的坏习惯老是不改，看得很碍眼呢。哎呀，天气冷嘛，鼻子痒痒过。爸比，你快一点嘛！胡说，今天哪有冷啊？是小学生开学焦虑症啦！瞧你现在这一副德性，我说全国对开学最不焦虑的小学生就是你吧？哦，黑兔，黑兔，黑兔，嘿嘿，抓到了吧？一只黑兔可以杀掉一只金兔，嘿嘿，你一下子死了三只。我发明了金兔与黑兔的奖惩制度，做了好事得一只金兔，干了坏事得一只黑兔。啊！
怎么可以把我辛苦脱狗尿捡狗屎的金兔随便就灭掉？你根本就是虐待童工！爸比这样磨练你，是要你知道这世界黑暗的真相啊！哼，反正你就是邪恶、奴隶小孩子的骗子，我再也不帮你做家事了！哼！哎哎，我只是扣你几个金兔，是谁放下繁重的工作陪他儿子，因为一个小屁孩社团千里迢迢到不良场所来练你缴费单啊？啊？哪有千里迢迢，哪有工作繁重？你都在挂网哎！哎哎！哎哎，难道我要这样放任你抖动鼻孔吗？如果我小时候在爷爷面前抖动鸡鸡，爷爷骂我，我敢这样跟他顶嘴吗？啊！我抖动的明明是鼻孔，又不是鸡鸡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，你们可以用2号机。走快一点啦！你才走快一点啦！哎，小声一点！你才小声一点啦！爸比，我要抱的是乐乐棒球社，你怎么把我抱了换回芭蕾社啦？好、乐乐满啦，所以我帮你抱欢欢，反正都是欢欢乐乐的运动嘛。爸比，我恨你！哎，回来啦！学校的芭蕾舞社还好玩吧？爸比。这是下个月的社团大公演，老师说我要表演扯铃舞，一个扯铃300块，明天就要。啊，跳天鹅湖啊，太扯了吧！哦，还要花300块买一个像通马桶用的双头吸盘，你干脆去厕所捡比较快，不买。哼，不买就算了，扯什么通马桶用的双头吸盘？哎，宁古，你快一点啦，我快忍不住了，你到底在干嘛啦？哇哈，哟呼，耶！哇！爸比，你小时候玩过扯铃吗？哎呀，儿子啊！你有所不知啊，你老爸当年可是扯铃国手哎。那是什么？就是超强啊！你有看过少林足球吧？单手扯，用脚扯，倒挂金钩扯，肘扯，头锤扯，噼里啪啦乱扯，嘿嘿，那个铃啊，看的是眼花缭乱，满天飞铃啊！哇，爸比，你好神哦！还有一些花式哦，飞碟扯，爱因斯坦扯，妙手空空扯，观音扯，鬼扯，霸王扯，东扯西扯，哈哈！有一次啊，我们和巴西扯铃队战得难分难舍，突然天空一只老鹰飞过，唰啦，那神棍子的大炮朝天飞去，把那只老鹰一呼通就打了下来。从此扯铃界都叫我降龙十八扯，厉不厉害啊？那你会九弯十八扯吗？是九弯十八拐吧？那是北宜公路。那你会裂空坐扯、挤牙卢卡扯、凤凰扯、阿尔宙斯扯吗？臭小子，你以为我没看过卡通啊？那是神奇宝贝吧？好厉害呀、对啊，超帅的，这扯铃好特别啊、嘿，听说那颗扯铃是通马桶用的吸盘做的。那我也要我妈妈做给我。对啊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差不多，好像好兴奋。放着家里的世足赛不看，来看一堆小毛头扯铃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今天是你小儿子上台表演呢。爸比，快看，是阿宁古哎，他站在中间呢。哦，中间那一位小朋友好有天分呢，扯铃好厉害，有国际水准呢。真的是阿宁古哎。那站在台上中间的是我儿子啦。哇，你儿子的扯铃超酷的，是用通马桶用的吸盘做的耶。这小子真的自己做出扯铃了。那个马桶吸盘的点子啊，也是我给的哦。太棒了，那我儿子是我儿子。太棒了。